Hey, there, my name is Lei. Today I'm going to cut my hair on the street. So if you are the guy like me, that means who don't actually care about their hairstyles, then you can spend the least amount of money here in China to get a haircut. This one I found is five yuan, five kuai, so it's something around 70 cents to 80 cents of the US dollars. Whew. Remember this hair, because this is gonna become the history, right? Remember this. Alright. I just crossed the red light.老板剪头多少钱？多少钱？啊，多少？五块钱。哦，没听清，刚才在哪儿？我剪一个头。把这东西放这儿啊。 毛寸，然后上点就是立起来。对，不用，也不用特别短，留个座吧。我这样拿着不碍事是吧？没事，你这是录啥呀？录视频呢，记录一下生活。 这几点出摊啊？早上八点。早上八点。晚上五点。啊，下午还挺早。早上理发人多吗？天热还行，这两天有点多了。哦。这个俩月，六月到八月。其他时间不出了。 周一到周五顾客多吗？周一到周五啊，我是一般岁数大，年轻人，这别人咱整的太少。嗯，我也感觉，他们都看了。啊，对，我感觉珐琅剪也那么回事儿。对，这明白了，我上面快10块的不一样了。 那你这一周来7天呗？天天来，周六周天人多吧？嗯，相对来讲呢，多一点。天儿好的，你有个多的。你啊，哎，你这外地人剪头多吗？没有外地的，太少。啊，都本地来了。家附近的。都超过50岁以上。50岁以上。 那基本也就大爷呗，大妈少吧，剪头。老头老太太。
哎，我刚来。刚来呀、啊。刚来。你这电推子整一次能踢多少啊？七八个猴。七八个，那你没电了咋整啊？换电池。啊，换电池的挺好。你这还有啥项目？就是理发，理发，刮胡子，刮胡子。我这是没胡子了，我老只好留个胡子过来体验一下刮胡子。哎，师傅，你这个价格一直是5块吗？还是之前便宜？我之前就比如说2块钱的时候有没有？没有啊，没有啊。哦，那就2块钱。不是，我就说，比如说再早，比如说10年、20年没这么。啊，有，那时候有。那时候有是不是？5毛的时候。5毛啥时候啊？5毛不对。8几年的时候。哦，那太早了。还没有你。对。那看样现在都这样啊，是各行各业的，就是7几年、6几年，那是2、3毛钱。哦，那时候我就不能想，太早了。就是说有我的时候，咱就往90年代后推，有1块、2块、3块都有是吧？点点涨，感觉现在这玩意儿啊，对对对，都是。原来那些冒险的麻将烧饼都是1块。对。这玩意儿国家钱印多了，还是经济发展的好了，钱就毛了。嗯，对。那个钱毛了，一万块钱，原来外面花一整个地方。对。师傅，你这干多长时间这个行业了？70年开始干的。哇，那你之前也在店里干过呗？对啊，现在从理发店里干过。那你现在这是退休了吗？还是？哦，是的。那挺好，没事剪剪头发。能干就干点吧，拿点吧，退休工资没打算再干。对。2000多块钱，都这样。哎，哎，挺好，挺好。辞职了，就是现在是无业状态。辞职了，就之前在外地来着。啊，
好了，现在回来办点事儿。那我就是放假了。哎，不行，我这刚开始毕业我就回来，在回去这边上班，不行，工资太低了。对，很难找。各行各业我看都不抵南方。你就不说南方，就北京大城市这种北边的也比哈尔滨强，感觉。哪都比哈尔滨强。是，我看我碰上个人就基本都这么说，都是这结论。哈尔滨有点3000块钱了，真的，这经济有点停滞。要是有家有孩子，老婆孩子守家在地，省3000块钱。对，那40岁啊，这少了真不多。是。现在，哎，这年轻人创业不容易。是。家有基础就行。对对，有基础的，家里能安排工作的，回来挺好。反正这起码我看各行各业加班。起床，你现在有点像。对对对。现在不像以前的年代还能分配工作，我听说。你这像今天周五是吧？这周五是周四，你能几个顾客一天？我上午有事，下午出来。哦，那我刚开张俩，算我第三个。两个。哎，一天呢，弄10个8个的。对对对，反正就这。对。那时候也没那么小。嗯。这两天好，这两天老晒。真是啊，过两天好像还有雨呢。嗯，谁也顶有头的。顶有人洗头了都。这活就跟农村农民大老天吃饭，过好了就有了。也行，这个工资就挣一个算一个。工资那是不难挣。对。胳膊上，能有啥帮我扶着扶着吗？行。然后，微信还是支付宝啊？行，可以。然后，你这是支付宝是微信啊？微信。咱这边都微信用的多啊。你多大岁数今年？退休了哈，退休六十八。对，68、69。68、69，行，挺好。3年的。啊。68。哎。钱过去了啊，嗯，行，谢谢师傅，拜拜。Red light, so how about my hair? Let me switch the language. So, 我的发型现在剪的怎么样？就5块钱的发型，我告诉他上面。立起来，然后其他的毛寸就行，比我想的有点短了，你知道吗？但是啊，对，然后这个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这个之前没想过的，就是剪完了之后头发茬哪儿都是，然后回家那个得洗个头，好好洗一洗。对，他这个5块钱咋样？哎，我先不动啊，站着看一下。5块钱的发型，我转一转。
我也不知道后边啥样哈，我现在反正剪完了挺开心的，凉快啊，真凉快，风吹着感觉的阻力都小了，走道都轻巧了，轻巧了，走道快了。好，那呀，这谁的什么鞋子？行，那我现在回家，然后剪个头啊，不是洗个头，哎，好了，本期视频就这样，然后谢谢大家观看，再见。